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给大家聊聊一个问题吧，就是很多新人入坑，他特别喜欢问什么龟好养啊，什么龟适合新手饲养啊。今天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聊聊，推荐三种我个人认为比较适合新手饲养的。第一种是这个巴西龟，这个毫无疑问，基本上路边摊到处都有，全国各地、全世界到处都有。巴西密西西比红耳龟，外号巴神。适应能力特别强，也是入侵物种啊。这个东西不能放生啊，就是说你不能放去野外，但是你可以放到那种人工的放生池是可以的。这个龟这么大也就10块钱，是吧？比较便宜。我这个纹路还可以，然后它的体质也特别好。当然现在很多地方，卖那种很便宜的那种病龟。那种就不要买了，要买也就买好一点的，是吧？然后第二个推荐的就是这个是中华草龟，我这只是比较好看的苏北金线草，这个金线大家自己品，壳色非常深。草龟的话也是非常便宜，相对来说非常便宜，但是草龟这个东西看品相。好的草龟，比如说我这只吧，金线特别粗，特别亮啊，不算特别粗，但是挺亮的。这只草龟的价格是45元，是一个7厘米2岁小公。像那种普通的草龟，可能这么大的也就几块钱。比如说我之前开箱的那个，贝贝的骗子家的草龟，然后草龟呢，就是相对来说它没有巴西那么那个。草龟它不过也比较适合家庭饲养，但就是说草龟这个物种它对环境要求稍微要高一点点，就是说最好的话还是有条件的话，我建议是用滤水或者说是有过滤来饲养。最后呢，就是我个人最推荐的一个龟，但是我也并不太希望新人今年去入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密西西比麝香龟，这个是淡龟入门级。活泼好动，体质强健，能吃，但是那个非常的耐搞，皮糙肉厚，而且它成体非常小，只有10厘米左右成体。这个龟，看我这只非常活泼，还有一只小的，也是一只麝香啊，是一个钢琴键。麝香呢，为什么不推荐大家今天入呢？一个是这个价格比较高啊，麝香苗子今年的苗子可能都要卖到100块了。第二个是蛋龟市场这一两年比较疯狂吧，比较飘，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入这个呢。这个东西就喜欢的人自行玩啊。这个东西其实也挺好养的，同样皮糙肉厚活泼，缺点就是有点贵。然后这三种呢，就是我比较推荐新手饲养的。